家好。看，菜地都没有什么菜了，这个季节菜都过季了。这边种了一些菠菜可以吃，摘一点回去炒。前几天一直下雨，这边的小白菜都烂废了，都烂掉了，还有那个虫子都咬下去。今天准备清炒，不知道大家这个菠菜是怎么吃的。我们家好像不太喜欢吃菠菜嘞，感觉就是有点麻苦。我喜欢吃啊。你喜欢吃吗？对啊。可能我不会煮吧，每次煮出来感觉这个菜有点麻麻的。我卖菜和菠菜差不多。这个肥肉换一点炒青菜，感觉更香了。跟猪肉在一起的菜，味道就不一样。这个虾米还油露出来，这个油再加一点点。